时候我需要看。眼神起来，差人好多，爆炸他就一个，还没枪呢，没枪。来，听我说，跟我走，来把枪，这有把枪，来，我们炮，炮房顶，炮房顶，你他妈开了吧，啊，这么准啊，我就不信了。踹他，踹他，我比树多啊，没事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卡？不行，这个不够爽，看我。
我不敢想象这是 1080p 的画质还是全低的，如果是 4K 全高的话根本不敢想，跟真的似的。牌子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自己佩戴的。等我啥时候换上 4K 显示器了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等我有空的时候。对，终于又来人了，放个盾牌。跟着爆了，倒一个。窗口，窗口，窗口！还你，还你！来，跟我升。你凭什么？兰伯特喜欢倒不行吗？但是兰伯特见人就倒，兰伯特喜欢倒，但是还是得少倒一点，知道吧？能跳这么久，我兔子跳想跳多久跳多久啊。你看我正常奔跑是299是吧，哎，但是我兔子跳，等会儿啊，我先坐这根绳上去。但是我兔子跳呢，你看那个速度，等会儿这不算，你看左上角这速度比正常奔跑还要快，而且正常奔跑做身法比较难，兔跳做身法比较方便轻松，而且比正常奔跑还要快，正常奔跑是299，但是快不了花样跳。
兔子跳的好处是什么？好处是什么？哎，等会儿有人。好处是能边跳边开枪。如果你正常这么打的话，那速度是173，对吧？如果我这兔子跳打的话，是290。加盾牌，让他过来打吧，谢谢 QW X11 的九天云初。我才打倒一个，这现在没有满编了。走走走，上，有神吗？就那个地平线就给干了，然后恶灵在这一块方向。恶灵在这儿。当头一棒，完，兄弟们，有那个最强勇士团的那个免费的礼物可以送，森森粉丝牌啊。